You! This guy had it on his lap! So did that guy! 今天我要谈四种不同成功类型的人，最后要请你告诉我你是哪一种类型。如果你有好好的听，仔细的听懂了，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生活中许多其他的方面哦。我们先看看每个人学习知识或技能都会有的四个阶段。第一个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的认知和实际需要的技能或知识有一段距离。第二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在这个阶段，一个人会意识到自己的技能或知识的差距，也会认知获得新知识的一个重要性。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学习才可能开始。三，知道自己知道。知道自己知道的阶段，一个人会知道如何使用知识和技能来执行任务，但在这个阶段需要不断的练习，有意识的思考和努力工作。第四个阶段，无意识的知道。在这个阶段，一个人对技能或知识了然于心，不用特别想就可以很容易的应用或执行，基本上就是很自然无意识的就可以做得到的一个境界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，不用担心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我也想让小孩子也能够理解。让我以婴儿学走路为例子。第一个阶段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阶段，刚出生的小婴儿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学习如何走路，而且他也不知道要如何走路。第二个阶段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阶段，是婴儿逐渐长大以后开始意识到需要学习如何走路，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走路。第三个阶段，知道自己知道的阶段，在一岁左右，婴儿会慢慢站起来，练习如何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踏出小步伐，这时候是知道如何走路，但走得很辛苦。阶段四是无意识的知道的阶段，一个长大的孩子会走路是很自然的，他不用特别去思考每一步要怎么走，他只是很自然地走出每一步。这和成功的方式有什么关系呢？请再继续听一下我要讲的这个故事。我看过一个创业家，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邀请三个人上台，分别坐在三张椅子上面。第一个人很正常的坐着，第二个人他用手铐把他铐在椅子上，第三个人他用一个眼罩蒙住他的眼睛。现在仔细听，接着他说，前面说的四种知识能力的阶段代表着四种不同的人，现在他要用接下来的游戏说明这四种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个影集你一定要看到结尾，否则你会错过发生的事情。这时候他拿着满满一把的钞票，真的钱，然后把有一些撒在讲台上，大部分的钱他就撒在观众席的附近，有一些钱就在观众的面前，他也撒了很多就在一些观众的一些大腿上面。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个游戏规则，他说只有一个规则，谁先拿到钱，这些钱就是他的了。说完这句话，那个被蒙着眼睛的那一位先生不断地摇头，因为他发现自己是最吃亏的，因为他看不到钱在哪里。接下来发生的过程非常有趣，你可能猜到了，第一个能看到和自由移动的人拿走了大部分的钱，然后被靠在椅子上的那个人就抓着椅子也抢到了一些钱，蒙着眼睛的那一位只能在地板上辛辛苦苦地摸索，不过最终他也摸到了一张钞票。游戏结束以后，这个创业家再次提醒大家，我说过了，我要借着这个游戏来说明四种类型的人。他就指着那个能够看到和自由行动的人，你代表了无意识就知道的人，你不必思考就可以把所有的钱就拿走了。他现在指着那个被手铐铐在椅子上的人，你代表的那个知道自己知道的那个典型，你有知识能够执行任务的技能，不过你需要用力工作才能赚到你所需要的。
然后他指着那个蒙着眼睛的人，你代表着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个人，你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你在黑暗中徘徊，但你知道你需要钱。最后他出其不意地问大家，这里我讲到只有三种人，那第四种人在哪里呢？观众彼此对看，不知道要如何回答。他继续问大家说，大家还记得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吗？谁先拿到钱，那些钱就是他的了。我大部分的钱都放在哪里？他问着大家，就在你面前呢。他告诉这些观众 ，You, this guy had it on his lap. So did that guy. 他高声的质问大家说，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你面前的这些钱捡起来？你一旦捡起来，那就是你的了。这时大家才突然好像醒过来一样，为着失去的机会，非常遗憾地摇着头。然后他转向蒙着眼罩的那个人，他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眼罩摘下来？我没有说你不能把眼罩拿下来啊。蒙着眼罩的那一位听了这个话，赶紧把眼罩拿下来，一副自己很傻的表情。What? 接着他转向被手铐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，你知道这些手铐都是假的吗？这先生听得好像豁然惊醒的人，赶紧试着把手铐拿掉，果然一拉就开了。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我想请你告诉我，你是这四种人的哪一个？是观众，是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人，是那个被蒙住眼睛的人，还是自由自在的那一位？最后我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你需要不断的突破，一直进步到自由自在，不需要特别去思考的阶段。当你进步时，你就会从第一阶段进步到第二阶段。但是没有人可以在第二阶段停留很长的时间，不进则退。突破之后就会进入第三或第四个阶段。当学习新知识的时候，就会重新从第二阶段开始。我知道你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，你就是在学习，在进步当中。财富和机会多次就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只需要意识到，我们可以走出去抓住它，解开你的手铐，解开你的眼罩，这些财务的机会可能就在你的大腿上，你伸手就可以拿到了。勇敢地走出去，抓住上帝为你准备的机会。我很想听听大家看完之后的感想，请在下面发表你的评论。我叫蔡仁松，我们下集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